拿着辣椒干什么？牛津海北哟。Cause I know what you like, boy. You're my. 回到正题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蕉娱乐的杨川卓，今年18岁，身高179，体重60公斤，是一个不吃辣的重庆人，喜欢热烈的舞台现场，也喜欢安静的听完一首歌。这次第一次参加节目录制，也是非常紧张和激动。从16岁开始成为练习生的我，一直渴望着有一个舞台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我鼓励和支持。我的偶像副本开始了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打怪升级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成为 idol 站上舞台，那我也在这里尝试一下吃这么辣的辣椒。尝试 idol， 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可以的，但是自己真的尽力了也不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比如吃辣椒，大家就不要尝试了，还是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加油。